回来了 ，Hello， 我回来了。你可以去那去山上走走吗？山上没有了，主要是想问有没有看到蝴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也太罗志祥鼓励凯乐向前看，本来就是朋友，和解周扬青。今天算是坐车以来第一次面对媒体，会有点小小紧张。上次已经有一次也是这样，然后就被别人说我打满了那个肉的感觉。罗志祥14号宣布加盟华纳音乐，预告将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，这也是猪羊风波过去2年，罗志祥首度正式接受媒体访问。阿是说啊，象征龙凤呈祥的礼物，小猪当场秀了一把幽默呢。刚刚把那个龙跟鸡肉把它放在后面，什么鸡？凤凰啦！我到底边要讲遐久吉祥话，讲半天，你讲那些鸡？有人会在记者会送鸡吗？来 ，finish。我不怕，都不怕。你们要聊一些什么？说朱碧石的签约金是多少？哦，那蛮高的，蛮高的。朱碧石比较高的，但我比较高。他比较高的话，我翻脸。有破亿吗？没有。我的声音有点沙哑。哎，我声音本来就是沙哑。你要把它摆成我脸的靠山。你可以去那去山上走走。山上那些废材料。没有啦，主要是想问有没有看到蝴蝶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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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就是透过公司去问候、了解这样。我们是好朋友啊。现在已经变成朋友了。对，就是朋友。所以是会联络。会，逢年过节啊，或者是互相的问候。那有看电影的情况？还好。有没有遇到双面的？以前对你很好的。啊，这个不能去讲人家，因为自己错在先嘛，所以我不会去怪别人怎么去看我这个人。那如果要一样继续当朋友，那我当然就是继续。那如果今天要选择离开，我也不会去勉强。想问一下华纳会有什么？我都43岁了。那目前感情的状况？工作为重。工作之余，狗狗为重，家人为重。所以现在身边的女性就只有谁？身边女性，妈妈、朋友啊。你不要讲那么可怜好不好？对啊。会不会看到很多？会留在身上。我没出事的时候也都酸民啊。